一样要注意听，不考进手就更要听，你要考进手的话要更认真一点。哦，来，谢谢。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啊，请大家就坐。各位同学，我们现在开始上课，请大家就坐，谢谢。好，大家辛苦哈，午安。今仔遮寒吼，大家寒来遮无简单。啊，不过恁想慢啦，我顶一年落来啊，吼，恁慢我一年。啊，不过我知影遮济吼，恁拢知影这个，恁老婆拢知影这个。message 拢知影即个 information， 啊，不过咱台湾人受到中华民国即个文章的影响，大家拢安尼较丢毒，哈，啊，即就是咱就中国文化影响的关系哦。知影真理真相，啊，不过付诸于行动，咱拢从细汉拢无甲人教，有无啊？咱迄个执行力拢较薄弱，啊，知影迄个方向、迄个真理、迄个安那到底要赚大钱的哦？啊，看人无咧做，家己也袂做。哦，拢看人咧做啊，哈，啊，输人唔算，唔输定才要拼落安尼。啊，不过恁来也是拢啊个遮前面的啦，哈，你甲迄2300万人，也是讲咱本土的1900万的比较，也是遮先进的。迄里面的脑部是很厉害的，哈，迄脑部，因为我今仔要讲的是脑内哈，脑内革命哈，啊，要解决这個台湾问题。台湾问题不只讲恁即马来上的是讲要了解这個台湾的身份，咱台湾人的身份，伫国际。迄、那个国际法律上，咱的台湾人哦，我讲的是台湾人的身份。刚才讲我问你，你的身份，哈，拄仔讲人要考进修的人，哈，啊，伊的身份后教就通啊考，无迄个身份就无落。啊，佮另外是咱这個土地，台湾土地的国际法律的地位，咱若台湾人是身份，这地方是地位，地位佮身份无共款啦。好，即个分清楚啊！好，比如讲我身份遮歹，不过我去红，迄个嘛，台积电那边当董事长、当总经理可以吧？啊，可以嘛哈！啊，现在流亡政府，他身份很糟糕啊！68年前从中国被赶出来的哦，等中国人跑到台湾当我们的总统，当我们的董事总经理，对不对？你嘛选回是不是？选迄个总经理？啊，因为地位就是当咱的。迄、那个管理者，假如咱公司也是恁厝的人，恁翁也是恁某下手，迄、那个厉害。不过伊的身份是流浪者、逃亡者，吼、哦，这個、分清楚。吼、哦，这像我咱台湾人哈、哦，这方面这两个就分不清楚，以为说有那个地位就有那个身份，有那个身份就有地位，有没有？所以恁这中国文化内底就是拢一直要想要抢要做官，做官就可以改变他的身份地位。包括古代他们抢皇帝的，抢那一些考科研的，考什么状元的，都是为了。但是真理真相可能都不在意，好，所以伊来这通敌难度，用迄款金钱，用迄款呢利诱，而是讲给你什么名利 title， 甲你又去做代志。好，咱即马目前的算计就是安尼。好，啊你，要像我安讲，你一定爱脑内革命，哈，无脑内无多，像电脑同款。哇，恁这列字看起来都遮少年嘞。好，我桌上有两部电脑，啊，现在一部是笔记本，一平板电脑。那我办公室有5、6部，啊，我家里有3、4部。啊，为什么要用这么多的电脑？因为人脑，我们人脑不行了，尤其台湾人脑不行，都拿去孔骨力啊，人台湾人都拿去孔骨力，好，都从小练。你看，不晓得你练到啊，西洋音啊，包括我们都是了，都一直塞东西，当仓库一直塞东西进去，啊，塞很多45斤，塞了中国历史文化，塞了那些。啊，计算专业科目，数学、物理、会计、法律，都是用塞进去了。啊，塞进去啊，加一句放没出来，好，放没出来，侥幸啊，这人都哦又去啊。好，这脑内革命才重要，所以是脑内革命。好，脑内革命，我想现在在座哈，靠有资深啊，迄个经验的，应该在20几年前应该有看这个脑内革命这边。这较早是日本一个医生啊，医学方面专家，他用脑去分析。啊，我以我所了解，咱一个人的临床的，尤其咱人哈，正常的寿命应该125岁。啊，咱即马大部分咱伫台湾长退休，80岁到会长退休，啊，佫40年、50年，40年、50年，你比看物啊？咱68年前到即阵阵变化偌济？啊，你即马通看电视、看电脑、看什么？以前都没有嘞。啊，那个太空梭飞到外太空，那个以前都没有。啊，你佮想过40年、50年以后什么款？
到最后还是靠脑在决定胜负的啦。啊，啊，如果讲一百二十五岁是安那啦，那是整个人个人的一个性命。咱脑哈，咱这脑哈，咱台湾人东方跟西方不一样，从小我们对脑很陌生，包括现在很陌生。啊，我相信你摸摸你的头脑，你看你自己脑里面长得什么样子。但是我们男女孩子和男孩子多少对自己外表长得什么样子很在意。啊，自己脑里面有没有发挥功能什么都不在意。啊，西方人不会，西方人他们也不会去强调，就是说他们从小一种细汉，因的环境、因的家庭、因的教育，都是都在训练这个脑。脑啊，正常以后哈，它就会带动你这个人。刚才我在点脑赶快，来这些程式，不管智慧系统还是你灌给它应用程式是正确的，越来越高级的话，电脑跑下效率就很高。如果你程式都是咱迄个来对迄个运作引导我们那个软体哈，如果不好哈，你外表再漂亮哦，哇，那时候 Sony 的啦，或是 iPhone 的啦，或什么那个都没有用，哦，接触印表机什么都很好，那个都没有用。哦，咱台湾这么我中国文化就是用道貌岸然，我现在哦外表都很会装，啊，尤其那些青年本来就被赶出来，所以他来这边了，变成什么高山要抢西装，啊怕人家接触他要骗我们，因为我们是被占领，他要管理我们，他们就装一大堆的一些有的没的，啊，咱台湾人这个价值观就被他引导这样做，啊，从阮爸爸啊，从阮公阿到我，发现拢这情形，都跟着他们价值在做，啊，那因为咱是正白国，我正白国跟总共你是一个囚犯，或是以前黑人有没有？啊，悲惨黑奴被他们主人从那个非洲啊带到欧洲去，啊，然后整个他一个生命一夜。还人的权利什么自由都没有，都被他控。咱台湾比较悲惨，咱台湾是这个homeland 这个自己的家庭里面，被人家把你降级，你知道啊？但是我们现在很高兴，哎，我现在我书可以念啊，有公务员可以考啊，有工作可以做啊，又可以传播谁家暗小乱做会安的欢喜干呢？西方人不会只满足这个了，但是东方人你看了啊，拥有了这些以后啊，怕失去。有无？咱即话足济吼，年纪大吼，惊死，啊惊无健康哦，药啊少偷食，啊运动乌白运动，啊查某囡仔惊讲吼，先生到外包牛奶吼，自己也把装了一个牛奶出来，装很大这样吸引老公不要跑掉，啊这个错误，这脑部的错误了。啊，你看那个西方人了，白人了，男人来西方来台湾了，他找的女人都是我们这人最丑了，有没有？有没有？有没有发现？啊，反而你是认为台湾男人认为最漂亮的小姐啊，西方人看不上，因为毕竟啊，西方人还是比较有动物的本能，他要繁衍后代，男人会选什么样的女人？啊，女人也是，他要选什么样的人才是繁衍后代？不要说你后代繁衍第二代就变成落口妹、落巴卡了哈，45斤独胎都没道貌岸然，根本第二代、第三代，人家一下子就把它拱掉了。好，所以在这里有年轻的小姐，你不要又选那个中国文化什么道貌岸什么温良恭俭让，别做贱你，啊，第二代就得扔卡，我相信你话，那怎么？你现在怀念下代啊，都在念书啊，在办公桌啊念的书，啊，国中、高中，微积分、物理、化学、会计，拢美国穷教授，我的穷教授写的，啊，你们读通能够比那个穷教授还要富有吗？还是一样穷啊？那是用来训练你的头脑，国中、高中有，啊，你跟你来讲考公务员考。考说吼，要进入台塑，进入台积电，用那个哇，糟糕啊！那头脑被开窍没有用啊。好，我解释脑内革命。好，脑内革命，台湾问题很多哈，不只是要我们政治问题，包括你刚才讲的那些左耳的问题，包括你假大统牛的问题，包括你他妈没落口碑要给炒去因娘家中国，那也是问题啊，弄问题啊，问题都是问题，那你总要脑去分析吧？好啊。我们教育制度都是要训练你幼小的时候，国中、高中、国小，尤其数学很重要，物理很重要。那不是叫你读数学变成数学博士和数学专家，叫你读物理不是变成得诺贝尔物理学奖，读练化学不是这样，是训练你的头脑，因为头脑就好像我们电脑买过来，里面什么都空空的，所以你要装好的东西进去，以后跑出来才不会被人家牵着鼻子走。所以这个意思就是脑内革命，都是要把脑里面不好的东西去除掉，把好的东西、好的程式装进来。啊，我跟你问，啊，恁即马从细汉个大统一有你吗？啊，反攻大陆啊，读啊，三民主义啊，读啊，
啊，历史源远流长的读啊，啊，唐太宗、李世民是谁都读啊，啊，这种坑爹脑筋来贴的，迄间从电脑来贴，迄垃圾啊一大堆坑来贴，你拢免啊处理，啊，恁电脑拢会晓用啊，啊，都甲清清的嘛，啊，袂晓清规个拢重新把它恢复嘛，啊，重新灌嘛，啊，这动作大家都会啊，啊，那人脑呢？不会啊，啊，恁都破病再去看医生，啊，恁电脑敢真啊放弃以后再去修理，像我不会，我一个月都重新重灌。一个月就重灌啊，因为难免新的知识、新的软体一直出来，我就重灌，省得说那 Q 波啊，这是唔敢变啊，老太婆过脚步不敢舍弃，哎，中国文化不敢丢啊，你这不丢，你记忆体、你的西槽都被占满满了，你怎么有办法啊？变成仓库占满满，你总要把仓库里面清一清，所以脑内革命嘛，啊，跳到上瘾，我的名叫做咩啊？叫咩啊？台语啦，哎呀，你听哈。听哈听称哈啊啊，那个中文字是称啦哈，就是耳东城的城，城是哦声音嘛，把它画一声一声的哈。啊我，无无，台湾只只听吗？哎，我都听得听吗？啊，只只听是本土汉字调，听听啊，金钱哎，钦差大人钦啦哈。啊，我即马目前是伫台北州，哈，台湾民政局台北州负责规划厅啦。既然当规划厅，你应该就知道头脑是要。一定已经老早就脑内革命了，要规划，不然你都会走盲点了。啊，另外是中央加中央那个台湾民政中央这边经济产业的委员哈。啊，我在企业界，我是在证那个证监业，我负责操盘，但是我现在不操盘，我负责监督操盘了，就作战官，投资作战官。啊，那基层就要从那个研究员。啊，里面有很多这边，我看很多那年都已经都有摸过股票的味道，一定都有在证券商开户。你们证券商开户大概都是经纪业务柜台小姐嘛哈，啊，真正的创造价值跟发现价值了哈，应该是先发现价值，创造的是研究部，所以中文券商只要研究部强的那个证券商应该很强，啊，包括那承销或者是债券发行都叫研究部，啊，一个国家一个社会一个家庭的这样，就是这个脑要很厉害。啊，我在政界就是已经二十几年了，哈，到现在没有倒，啊，就是从事职业哈，啊，现在也帮人家在私募基金操盘，啊，这些头脑都很的，你看我头发都白了 ，OK， 啊，这个是自我介绍哈，啊，另外，安尼阿个无搞，这安尼无搞水亏，我个，电脑有问题，不听我的话。不要太冷。这个先，这地球哈，这看错，恁家住在地球中啦，没坐在那个维纳斯，也不是住在那个 Mars。好，咱台湾人就是中国文化，恁用较无从西方，你现在西方因咧首先留给他，都是制造迄空间。比如咱是住在地球啊，这地球吧，啊，恁较早捌看过啊？你我看恁家尔啦，对吧？啊，西方美，西方因从小用我住在地球上。啊，地球是在太阳系，太阳系在银河系，银河系在哇更大的迄个整个宇宙。啊，你阿公你看个，恁都别去安尼好跟人家怎么争那一个什么，像王金平那边争那个位置，啊，像争那些小位置。你把地球弄好，把宇宙弄好，啊，你自然那些能量都会给你。啊，我这边做啥？我给他们盖小图画公，图画公书院这样给你。我早上礼拜六、礼拜日，其实礼拜一、礼拜五，我拢在一下五点就起来。啊，我点开了，研究股市，没有错，不是研究股市，研究证。啊，恁五点开了，有无？无啦，真少。我拢特工五点开，所以头毛会白。今日我介绍，我每届来只介绍拢啊。我今日五点，阮遐我住十字，台北十字，拢落大雨，吼，也较高雨水。啊，我因为遐有农场，啊，农场你可能靠厝要趁钱啊，种。唔是，我也是去种树啊。我是去今日我去种三种五丛。啊，种五丛，你讲很多人种没有什么。如果花钱去买树种来挖下去，请工人种那没什么。我不是，我是前段时间秋天的时候去爬山啊，不是今年哦，就十几年拢啊。哎，后来我改变脑内革命，去看啊，看到这树啊，哎，一树啊根哈，在山谷啊，是河床上面。嘿，你想啊，在嘿，因爸爸妈妈哈，佮生出来，跟什么台湾人方生出来都佮我目视啊，我读册啊，那秋光明。啊！你要想嘛，在迄树啊，我看以前跟你班人啊爬山，看到绿油油的很漂亮啊，
其实不错。我知道五六年前，忽然间那个灵光乍现，他其实在干我副业来救我，那一年才有。所以我讲，我想对啊，哎呀，树啊，你也无救啊，伊即马雨季来拢冲了了。啊，就算无冲掉一次啊，是安尼，像台湾人讲讲，未少见啊呢。啊，我想到迄从七年前开始，就利用这种迄个活动，把它带成我的假日休闲，去寻找 research， 刚才你上网 research 一个 information， 然后接下来要怎样去处理这个资讯，然后我解救，就是哎，你要付，所以我再去穿号码，穿下讲压低头。啊！顶礼拜我阁讲，我是穿脏，唔是号码，是脏水。嘿啊，脏水啊，特别制造都可以很容易拿得到啦，很容易拿得到啦。那个只要是自己做。啊，早上就到我们大尖山哈，再叫多熟悉也是你家人，也是台北那边去了解的人哈，就知道大尖山，跟看像富士山一样。其实后来被李旺政府都破坏掉，本来是很漂亮。我早上都穿，我现在已经种了五六，大概活下来有三千棵、四千棵，啊，去种五千棵。啊，我不是种，我做讲种三丛，种三丛，我五千棵。我告诉你，到现在我没有花一块钱。那你说，对啊，你讲的对啊，你讲讲 Q 的嘛。啊，不过你种要有工具吧？好，啊，我是教阮岛的人，教阮查某人淘少菜多吧？好，啊，菜多了哈。啊，你种要下肥嘛？哎，我拢无开钱。好，啊，你有发到不？这个等下我们要讲管理嘛。好，你家里面有没有办法说让先生老婆不要去在公司被那董事长总经理内？啊，自然就有钱，这种才厉害的啊！不要每天在那好八点晚上搞到五六点啊回家啊，美其名在张忠谋那一边当工程师啊，每天搞的那做啊，这样就说说人生是这样意义不对啦。就算我发现我老爸，我左右邻居也看得出来，赚老半天财产赚一大堆啊，房子一栋栋买啊，结果留给那个儿子不到第三代就全部都搬了了去啊！一现在第二代、第三代靠读册。西方人哪里有靠读书啊？西方人读书是要刚才讲是要脑内革命，但东方人怎么会说变成把它变成说求功名呢？这点到好像有问题，是没办法上网的。好，这讲多了哈，好像没办法反应，电脑没办法反应。那网络卡没有？别懂，我这么以为哈，也整个放大，就像我们三度空间一直放大，会放到我们到整个台湾呈现出来。好，那上面我会刚才会投影到我刚才我多讲我去种树啊呀，就今天你们马上都可以看到。啊，我多还围绕还弄有七条路，七条路哈，我去找树啊就讲弄你种路边，干脆咱台湾人即卖要把国际地位要正常化，哎，国际身份要华丽身份要正常化。啊，台湾的华理地位要正常化一样，那些树你要把它正常化啊，但每一个人要正常化啊。我怎么可以知道你们都不正常化？为什么？你们像我们两三百年前黑奴一样被按一个 mark 在上面，你就奴隶。我相信你们一定敢反驳，我说是，你们说不是，你们是用你们的意思。你们像身份证皮包里面拿出来看，里面装的是什么？身份证。身份证拿出来看，里面写什么？中华民国国民。第一个，中华民国不存在。啊，你还抱了这个心机白啊？啊，这奇怪，全世界人看到很奇怪，这你这个脑有问题了。啊，你这个脑有问题啊。啊，对啊，不是啊，全世界六十亿个人呢，是你们台湾两千三百万人，不是两千三百万，你们已经明天以后就不是了。啊，就是经过这样一个洗礼，这个生产线以后，你就改变了意识形态，改变，然后或者你起码打开你看来看。我们现在有一块肿瘤，皮肤炎，你不在意啊？你现在拿身份证，你看，你说啊，我这年纪都躺在做兵，躺在查报，躺在写稿，安尼都好啊，啊，躺在求功名，啊，你要看来这种假啊，啊，你个推论以前的族谱对吗？家谱已经对啊，已经错了，以前更没有文明啊。啊、这一张你看，你这么有文明、受过教育的人，你拿这一张就不怀疑啊？啊，你的祖先三百年前你不怀疑，我才怪。家谱、族谱这都假的，你这中华民国就假的嘛？你现在是拿的，不相信你传到第二代啊？你第三代，我对啊，我爸爸的中华民国国民啊，啊，我做兵啊，后盖才这边做兵啊，啊，现在当了外改嘛，现在没做兵，好、啊，现在没做兵。
道哈。我这电脑可能要重，没办法跳动。马金，这一网络卡多少可能没拍开。马金，这些问题可以打开，因为现在是初级班了哈，初级班还有高级班。好，安尼看一下啊。哦，这种西方人的 Google 啊，你台湾人，你我中国那我三千五千里外的吧？啊，他这个不用他们的总统，也不用他们的国防部，也不用这个民间 Google， 您都利用啊？您怎么能用他的 Gmail？ 啊，对啊，五块昂起来，这台湾嘛哈，能有这观点的，以后你回家哈，带你的小孩要有这种观点，尽量让他带出去认识自然环境了，不要只在那看书本或看网络，啊，看了也有没跟自然。没办法跟自然界挑战的人、哦、你只要思辨挑战，你一下子就被人家否定掉了。啊，你第二代、第三代，你也见都不好见了。啊，李白兄，咱他妈现场讲一讲，你的儿子、你的孙子，你以后要跟中国人怎样竞争？你跟越南人怎样竞争？没办法，你就靠念书，你三十年、五十年都靠这种模式，谁不会啊？你切记，现在中国那边的农业都被人家学习，所以现在最要紧，你要越松牙都是脑内革命了，脑了，就电脑里面到最后，你的电脑要比人较巧哦，你也是一些程式嘛。因为不是讲我我这么多要上网啊，我打电动玩具打第一名就好了。咱这么老啊，拢拿拿打电动玩具，打电动玩具还好，不是的，拢你要做仓库呢。仓库吧，坑咪啊就一直塞东西进去。啊，仓库啊坑咪啊就都袂变巧啊。啊，不是咱闹起要变成一个生产线，伊咧可以去自动会进料、出货、修正。哦，头脑要变成这样。啊，这我大台湾从细汉受教育无对头脑。去下功夫，因为排斥不止头脑，甚至我们讲到性医学方面的一样，健康教育大家有学过吧？不相信你现在那个国中那时候健康教育老师还在的话，你现在应该打电话去向他抗议，哦，因为他没有把那一张交给我们。哦，有叫他恭喜你，怪不得你看起来就，抱歉，就是这个中国文化。啊、我有去问了我们健康教育老师，他说：“一样成少年了，啊，恁弄萝卜小摩托头啊，样子弄十四、十五岁，都是年轻旺盛的时候。伊讲啊，讲来讲去吼，恁大家拢会反应呐，现场反应。前几天不是报纸说集体怎么打枪嘛？我说这里那个正对啊，集体打枪有什么不好？最怕连集体打枪都不会的，糟糕。那个就是要让他知道嘛，西方一定都上这种课了，就从小就要上。”那些生理或者是地球环境生态这样，那说做中国人啊，不好意思不上，啊就跳过去啊，你回去问你老妈啊，老妈也是谁这个，老公也是谁这个啊，都不知道啊，啊不知道你性这方面不知道，跟头脑一样不知道，不相信我现在问一下，你手右手拿脚垫垫的，你摸摸你的头脑，你摸摸你的头脑，你知道你的头脑是什么吗？就吃喝拉撒睡睡觉而已，就这样啊，今天很冷，感到就很冷，就这样就功能了，那就不应该。啊，不止这脑，不止脑是无限可能的，脑是无限可能。那这么再重新来看，这地球啊，这个在太空啊，咱地球是安尼啊，啊，地球是安尼啊，啊，那这个因为它不是实际上只是拍摄下来，那个看，咱这么个把它放大，咱来看咱台湾，啊，这个以后越来越厉害，都同步会可以，咱台湾就加了哈。啊！我来看呢，我拄啊，我拄啊十点半，我农舍那边跑过来。好、啊，在山上哈、啊，就是现在看到画几条线那一个，从这边跑过来。好、啊，那为了跟大家见面，所以是要过来。所以你们昨天晚上这边算是很幸福了。对呀、啊，啊 ，OK， 这边有几条，好、啊，这边你看几条线出来，有个还没有跑的，反应比较慢，因为这线路嘛。好，这个这边台北市中心，这边基隆啊，汐止在这边，方向有嘛哈？多少那种地球来看，啊，这有这条新台五路，画粉红色，啊，这里有这个，它这网络关系还没有全部跑出来哈，我看一秒，有几条画颜色，这个就是我种树的地方，啊，这一条路哈，多七八公里，啊，两边都种树，啊，我多少公里要联想种树，如果说因到教务局，因阿公公园啊，无你都开。摕几千万啊，去要刷头尾，给他赤工人去整，迄不是哈、啊？大肚山听说有一些企业家就用这样，啊，我这个意义完全不一样啊。
哦，这个我像我们这边台湾民政要推广华礼一样，我就要推广这个一样啊，不花一块钱，到现在真的没花一块钱，没骗你，我没有说拿钱去买树种、买种子，也没有买拿钱去买工具，也没有买去买肥料，啊、哦，都没有，已经不是两天三天，也不两个月，是已经七八年了，啊，七八年，啊，这边就是一个西定路，西定路哈、哦，一个是那个白银路。一条是水源路，那另外一条是那个清净路，另外一条啊清净路这边，那我家住在这边，画一个房子，早上我在这边，啊这边富基山庄这边后面有一个最高山是大尖山，大尖海拔大概500多公尺，那早上我就从这样走上，啊几乎我每天礼拜一到礼拜六都这样了，都一定早上一定啊下班回去，因为我证件也比较早可以的，4点多就5点多就离开，我自己离开，我把我部门的部署全部都赶回去，我说你们不要留在这边浪费我的水电，回去赶快去接你的小孩去你家里面、啊、要做什么赶快处理，不要这么躲在办公室给我看，给我看我奖金都不会给你多了，啊打破这种观念，你最主要是把任务完成，啊不要欺骗了，赶快完成赶快走了，啊你随时跟我回报嘛，你用网络现在很方便回报就好。啊、这边撑家里也照顾不好，人家宠物也照顾不好，结果他宠物跑出去跟人家，哦，别会怀孕啊，这个越生越多，啊，整天就坐在办公桌，我们这个养成一直坐在办公桌里面呢、啊，给主管看、啊，主管看到员工没有走，他也不好意思走，啊，董事长也不好意思走，啊，结果企业呢一搞一乱糟糕，连宏基也快要搞垮了，对不对？啊，连中华民国也李旺正也快要搞垮，都、就是啊，弄撑在那边，好，我这喜欢被跟你讲，如果刚那一般就用书面资料介绍我，我现在把你介绍这样，好，安尼。有问题吧？啊，咱写恁什么农家用要写美国式的哈，没有说用中国式的哈，一定对的。OK， 那我们回到原点哈，这就是我都要介绍过哈。好，那脑内革命，你已经电脑准备那个逻辑板，准备 IC 板，只要去 run 了。那我们跟台湾刚讲，最高层次现在目前台湾。华理地位要正常化，台湾人的身份要正常化，哈，这两个 item 要正常化。那好，那我问你，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你们现在能用以文字来表达吗？那是不行，用文件。你们现在刚都要捏出来，身份证上面写中华民国，中华民国存在吗？蒋介石那时候逃亡到台湾来，第二年在草山就讲了，说我们就变成有亡国奴啊。他这个计划也错了，中国没有亡，是他政府体制亡。中国从秦朝。主权建立以后，这个国家就存在了，只是帝制跟共和制或者这个不同的制度。好，等一下我们用英文来看，这才清楚。用汉字害死人，所以以后你们有生小孩、生孙子，或是那个宠物起名了，不要起那个汉字，起英文才不会搞错了。那什么中国王国，国家秦朝建立以后，统一那个什么几国以后，就主权就建立，国家没有 China， 好，英文叫 China， 不管它是大清、大宋、大好，都是属于这个国家，只是说前面不同的制度，就像拎刀，你像我姓李，我李没有被灭掉啊，只是分支出去，好，我跟我的哥哥跟我的妹妹不一样啊，啊，我灭亡了，不是代表我的李的都全部都灭光了，啊，因为中国文字就很糟糕，加上情绪没有用头脑，好，这个我们用西方嘛哈，用西方啊，比如我们在学校，不管国中、高中还是大学、开始。那你用微积分的好了，微积分大家用我吧。啊，你我微积分我被弄啥？啊，算什么？你们算到台湾都被人家占领了，算老半天，啊算你大去。啊，你算我们要赚钱，也不赚得比人家多啊。啊，你头脑是拢用的大去。微积分交给你，就是说老师把微积分那个原理，人家是以前的很多专家科学金哥牛顿什么一直演练下来，到最后是好。那我们相信这柯林。鲍威尔这应该黑将军嘛哈，就以前的美国的那个参谋总长，后来当那个因为那个国务卿嘛哈，外交部的部长哈，都负责美国国际哈。一共啊，啊台湾历史呢，不是独立的哈，他没有享受一个国家的主权，就是他没有主权，当然不是一个国家，就好像一个人没有灵魂，那就不是一个人了啊，就是动物了。好，红色这个 nation 啊，我想早上或昨天老师应该有些老师应该有胸鬼 nation 啊，注意哦。微积分里面告诉你这个名词 nation 哦，好，那另外一个美国的亚太司的一个安全主任叫做那个韦德人啊 ，Danny， 他讲，就是台湾就算是中华民国，弄在目前时点都不是 state， 啊 ，state 跟 nation 哦，搞清楚啊，
这微积分在物理学，再或是以前在国中、高中这个哪一个专基本科目，这个都定义名词都很清楚哦。但是变成汉字就乱七八糟了。那我们从小脑袋瓜就装这些，装那个中国文字，糟糕。尤其人家有意要误导你，对吧？好，那后面这个就讲了个佐利克，美国的护国卿，2004在北京讲台独代表战争，所以陈水扁被抓来关，原因不是贪污，是因为他那边搞一边一国，他大老板美国董事会，当然你在当总统不好意思，当总经理不好意思给你难看，等你下台就马上抓来关，啊抓关那不会美国下令，由现在的管理台湾这家公司的管那个公司章程管，啊关现在目前在谁在撞台湾，马英九，啊当然是因为了。不要引起太大风暴，用贪污。真正的原因不是，就是这个逻辑。那希拉里是最近嘛，哈，这个可能是下一任的美国女总统了。他说依据国际法，解决亚洲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未解决。国际法是什么？微积分里面的什么定理一样啊？物理学里面的万有引力一样？国际法他已经点出来了嘛？你在解题数学，你要用微积分里面规定的、啊，你不能去还他读啊，读老半天读不出来啊。啊，那些比较深的题目，你用加减乘除有办法解决吗？你一定要用微分方程啊，是用高等的数学啊，所以这个原理就是讲你要用国际化，而、啊、不是用中国迄种拳头部较大了。人美国讲伊拳头部是爱在建在法理之上嘛，迄跟101大楼一样啊，你地基迄个历史无讲好，你后壁起都起到一半都了了去，对吧？中国即卖看到安尼放弃啊，好，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啊，全在场的有六七十位，你帮我回答，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啊！恁这帮拢有某有囝啊，有翁啊，个孙啊，你国家啊，你生活在这，那人生活一定要有国家吗？天国不行了，天国也不一定是国家，啊，不要挂一个国就国家。好，这边，那你们过来的话，好，神系第二章，你的国家是什么国家？啊，你说宇宙教那两个，好像物理微积分或者宗教里面的大师跟你讲啊，那些负责那个专业的人，那种。有人打电话来抗议。那不管微积分、物理或是医学里面的专家都给你多那两个，我给请出来，伊讲啊，讲你唔是一个 state， 啊，唔是一个国家，就算也不是一个 country， 啊，它只是一个占领地哈，占领地是咱家的，咱家台湾民政府的整个法理论述的是一个占领地，68年二次世界大战，那个 V28。把台湾炸了，我们是战败国嘛？啊，当然日本天皇战败，所以是把台湾这个女儿割让出去，啊，不是割让了，还没有割让啊，是被占领啊。所以那个翻译成这样，嗯啊，如果说以刚才您谈的汉字哈 ，state、nation、country， 台湾不是一个国家，也不是一个国家，甚至也不是一个国家，嗯，那、啊、糟糕。问题就很。所以你很清楚，啊，你汉人汉字，回到了，啊，我想这三个 state 跟 nation 跟 country 我不再解释，因为有老师已经把它解释，我是说应用在你看，我们把它应用，你看我们现在很 trouble 啊，很 trouble， 啊，那这边大家注意一下，你用英文看就不会很清楚嘛，甚至前面那个几位美国我们的董事会，美国就是台湾的董事会了，啊，里面董事长。就是奥巴马啊，他派到台湾在分公司总经理，现在是马英九，以前是陈水扁了啊。陈水扁不乖，搞不清楚这些什么是对，都来乖了啊。啊，知影人哦，杨念祖哦，看者惊者去做七天的国防，因为李旺镇国防部长就唔敢做了。哇，这不是国防部长，这是安尼要碰破肚底命。啊，过一天，过顶几啊天有一个迄个叛逃到英国迄个啊。哦，这几天报纸不登，迄不是叛逃啊，迄跟迄个。林毅夫一样了哈，30年的林毅夫一样，他们都了解真相，都了解真相。因为台湾这刚才吴能都要帮我回答，台湾这个执政者，台湾当局现在目前台湾当局是流亡中华民国，是辉华的，啊辉华，所以他们里面知道的人都已经都先绕跑了，准备逃亡了，啊台湾 ，not a state， another a nation， not even a country， but a occupied territory， 啊记起来，啊你也用这句哈，无人看有了。也靠这股汉字不能看有。好啊，台湾以一个我们的华理地位啊，但呢华理身份这么大的问题啊，到底来自于哪里？是不是来自于脑部？脑部出了问题？
电脑里面程式出了问题，所以永远跑出来的。啊，你明明要让他跑 A 出来的，永远跑 B。啊，明明叫他要跑 T 出来，他就跑 C 出来。啊，脑部出了问题。啊，那你发现电脑啊，那那么是讲电脑里面一定要去程式要修改，或是那个参数要修改一样啊，人脑也一样。其实台湾问题很好解决了，回去赶快脑重灌就好了啦。啊，重灌了，不要灌到另外一个套软体又错掉。人家讲会产生这种问题。包括刚才那个政治领域，包括我们身体健康，包括我们家的宠物会出问题，包括我们的财产会，我像上个礼拜投资股票，有些那是今年来了，我觉得系列的，那个脑部的需求跟实际后多了落差太大了，想象的跟实际落差太大，那个就是问题。我们在一般的专业科目里，不管你哪个科目都是这样嘛。啊，不，会计啦、医学啦，或者是电力学、热力学，或者是机械，或者是外太空，或者什么，或者是宗教，里面讲都是的。好，那我们现在把它看，以西方人这个几百年前他们的发展出来，啊，不是美国，在北欧国家，我们用人类需求哈，当然有很多 model， 但是我认为这个 model 解释最清楚，是马斯洛，这个应该有让写过气管的人，或者是其他行为模式应该都知道。马斯洛来讲说，人类的，所以包括我们现在在座的七八十位啊，西工的小台湾2300，或者是大的地球60亿人哈，大概分配以金字塔来分配的话，以它的需求哈来分的人头占着分配的生理需求占最多了。什么叫生理需求？刚才我讲到性，性是不是生理需求？地球上的战争，他们最后到最多为了性啊，为了女人啊，啊，包括以前欧洲中都是间接直接，啊，生理需求不是性了，吃喝拉撒睡都是。娱乐都是属于生理需求，那很糟糕。台湾这个在这个这种离网症控制，说你已经都没问题了，无后顾之忧了，还是一直存在这边。像你现在社会上很多已经很成功了，他还是一直留在这边，而没有把我们一股力往上面带动。西方不会，西方人家达到以后，就认为那个没有什么，就往上面好继续发展。啊，你有了这些吃喝拉撒睡，或是食衣住行娱乐，这些你都拥有，你的房子。有财产，有妻子，有太太，有什么都有，有车子都有了。你是不是，或是你的健康都有了？你是很怕失去，这样，没去，所以你要有一个安全嘛。所以有人去买保险，或是你房子几千万买的，就装铁窗，好，就为了安全。啊，你国家怕被人家侵略，所以你要成那些国防部队。内在我们身体怕被外面的病毒感染、感冒，所以有一个防卫系统、免疫系统。就安全需求，你拥有这些以后，你怕失去，所以你会往上面安全，有没有？但是一般动物哈，或是用这方面安全的比较多，所以很容易，一般动物很容易是有了那些生理需求，但是很容易死亡。所以人类就比较进步，所以发挥个人的那个机能以外，它还会形成一个社会组织来维护安全。好，这个是安全。那你有安全以后，不能只存在安全了。像我们六七十岁在这边，在这个办公室里面是不是很安全？但是不能这边一辈子在这边安全啊，那人生都没意义。啊，那所以你用了第二的基础，有你要有归属感。叫你这次任务来这边，归属感是归属的。那明天结束了，你们归属到哪里？回到你家吧，对不对？那我们要推论了，啊，回到家里面回去总要。里面的成员都要很高兴、很快乐、很欢迎你。回去如果我们基本好的家眠成没得困啊，暗时我们摸哇，你没归属感啊，啊有归属感哈 啊没有爱啊，所以你回到你的家、回到你的国家、回到你的公司，你明天、后天大家都要回到这个单位嘛，所以你到那边也有归属啊，归属你到里面还有爱啊，你归属到那边没有，像你在这边来这边这个三天来这边归属，但是你在这边没有爱哈。好，没有像我们刚才那个班主任对你们这么有爱啊！你们我看哈，等一下全部绕跑，下一节课老师都没有学生，还有爱以后啊，这些1、2、3、4、5，啊，这分布的人很少哈，越来越少。到最后这些无后顾之忧，你要自我实现。西方人自我实现很多，就有什么叫自我实现？有没有人要定义一下？有人要定义啊？我们去娶一个某，生一个囝啊，生一个啥都自我实现，不是啊？从我这种树才是啊，就是讲你很多的资源不用别人来供应。由你自己把它那个张罗过来啊！咱台湾目前培养出来的人才，包括硕士、博士，都不是。从幼稚园开始哈，他这个鸡，他的受精卵不是他的，不是那个小孩啊。他去上幼稚园，书桌课本都是别人的，衣服别人的。到博士，
题目都是教授给他的，念的书都是别人给他的。啊、西方人不会，西方大到大概国中、高中，你像贾博士或是那个比尔盖茨，他们没有比我聪明的。那是因为我生活在台湾，我没办法向他们创造更大，我只能种树啊，跟帮人家炒股票啊呢。啊，这样很多我爸爸我人就我这样就不错了。我说不行的，但是我现在突破没办法，台湾这种环境没办法。啊，在美国，如果说我在美国的话，你们现在用的电脑名字应该都是我昵称的，啊，不是贾博士的，或是那个什么什么微软的，啊，自我实现了。那赶紧蒙着的，在座你们现在在哪一个领域？自己很现实了哈，自己良心了，就是说刚才我请你们拿出你们的身份证、出 ID 出来。哦，你在座如果是有德国人、有法国人，你们要说，哎 ，Miss Lee， 我不是你们台湾人，或是你们地方人，我是德国人，那我没法讲。在座你们都身份证都是 ID， 那我现在问你，马斯洛已经规划了，你们在哪一些？大部分都是在这边吧，第一、第二，对不对？第一、第二、第三，大概这个聊都分布在这一边，上面几乎没有。那你现在赶到台湾，让你没办法信服，没办法，因为我们的管理者责任是流亡中华民，他们不了解这些。就算了解，他也没有必要。他这样，啊，你吃了他桶大桶油，安全吗？不同，不安全。啊，那日夜光在那边工作，还生产出来组装在我电脑里面，安全吗？你看，要受吸音了。啊，过去的王永庆的什么六亲，哎、啊，混林两个人，跟家己的人才结婚的。人嘿，宜兰人较聪明，我宜兰人哈，哎，三十年前人家陈定南带宜兰县就六亲就不要了嘛。哦，台湾小小的台湾就南北，你看那智慧头脑就差那么多。啊，这么有没有人住在云林的麦寮那一边？啊，就没有出力。哎，然后那不动作不停，哎，不是沉淀的，那宜兰完了就从关弄教会的智慧的头脑。嘿，我讲一个故事，我遐才坐下，伊伫迄个基地的旁边，哎，王永庆就迄因的李旺镇的中央告诉他的那套房，啊，就去收嘛哈。但是选票去，啊，去把那村庄、社区里面拢去砍最多水啊，最多水啊，啊，拢免钱，吼，拢翻新，啊，以为讲他会打洞哈，啊，结果遇到奥斯不是，一交往，用于中南部，然后是非宜兰县以外，可能可行了。这宜兰人不是的，宜兰人说，嗯，你给我争，啊，我不反对，啊，不过到时哈，要不要让你盖？不同意，别骗你，啊，咱选举也是要用安尼啊。那是讲学着个中国文化，妈祖你来看，啊，老师你来看，讲啊，你摕人个钱，啊，你妈仔一定爱倒回啊，你安尼，你迄闹都无好。哦，所以呢，伊投票所都一定要受到迄个什么土地公庙学校，讲我你拢伫新民头前，哈，你讲张你甲摕500块、1000块，你名义，哎呀，神明，我是神明啊，你哦，你脑筋不开窍，你拿他让他哈选不上，那一次是。这是狗屁掉了，跟企业界一样，那生产出来这么像大桶油啊，是迄个日月光，迄个半导体，迄个封装，一下子让它倒嘛。但是你看，让它活了30年，制造多少毒在我们台湾啊？那黑边没得处理，我都处理啊。好，我多少么？那用倒数法哈，阿里玛你都看得出来。那另外我讲需求，五大需求的层次，你需求产生问题，这个第一就是你的期望值啊，女孩子你要很漂亮，很健康，但是真正的吗？实际呢？啊，或是去买乐透要想中几亿，很期望啊，但是实际上没有，所以有个落差。这个落差以前我们学校不管哪一个领域都有学到嘛，哈 ，delta 值嘛，哈，两个相减嘛，就是产生 delta 值啊。delta 值这个问题啊，那如果达到某一个很大的话呢，你没办法容忍的话，就会影响到其他人，啊，这个问题啊。所以你从这边可以推出啊，那问题从哪里产生？所以这个问题啊，这个汉字是问题。那英文的话，应该用什么？哪一个字解释？这个汉字啊，刚才我们讲 station、nation、country 啊，都翻成是国家啊，这个问题发生在问题，也是会产生这个问题啊。那英文应该问题，这个英文需求啊 demand 啊产生呢？如果是刚才那个操作型定义，那个马斯洛也讲了五大需求啊，你这样产生的问题是什么问题？英文是要用哪个字？issue 是这议题的，它是中性的，啊 ，issue 是一个中性的论点。那 question 呢 ？No，question 那些老师像我在美国上课，教授会问 any question 不一定代表好，这个 question 不一定好或坏啊。比如我问你吃饱未？你吃饱啊？给他吃饭，这是 question。所以应该排除这两个，还有哪一个？哎，对 ，problem 是比较属于负面的 ，P
偏离，比如你健康出了问题，你的感情出了问题，你的性出了问题，你的财产出了问题，你的会计账出了问题，啊，这个问题 problem 啊，这个要了解。所以我真的建议啊，作为在网络对很方便，看新闻的不要看汉字了，不要看自由时报、苹果日报，赶快 Google 上看英文版啦。你大家都国中就开始学英文，学了二三十年没派上用场，脑筋在那挨抖，就看汉字会出问题。啊，这边按解释啊，需求产生问题 problem。OK， 啊，我们把范围缩小了哈。好，刚才叫你摸大脑，大家都没有摸，从小到现在都没有摸，啊，都摸到下面那边去了。摸摸看了，我们头脑是不是这样？你们大概都没有上过了，不管你上医学院的，或是医学院可能有上了。就我以前在管理所教到管理所，第一堂课老师就要上这个，说管理刚才不是脑内革命了，你要去管理人家脑部，先要有一个机制要让它正常运作，不然你要去怎样管理？所以当时就我们像医学院这样解剖。啊，你看这个脑哈，这很简略，有分成三大，一个是暗红色的这一块。好，你看功能，感觉、判断、思考、规划，啊，我是规划这一部分啊，规划厅长。那个另外是黄色这个，这一般的，这跟一般动物、植物都有，低等动物和冷血动物这些都有。还有这个蓝色这边，这比较有逻辑。正常的状况下，西方人那些科学家、宗教家或是各方面探险家，都是因为这一块很发达。所以你看西方人哈，他可能哭哭，从我哭哭，啊，我这头壳哭，阿边哭。啊、我先生在哭，阮公阮爸讲，哦，你这怪兽，你来头上哭，后壁哭。后来才发现说，我这哭是很好用，哦，就是先上面这一边。啊，咱这边拢无咧，感觉、判断、思考很少用，都用这个情绪，啊，记忆。啊、我都六十八年，人都讲我都是中华民国啊，你叫我唔是中华民国，啊，民进党甲你讲安尼啊，啊，你拢用记忆、情绪啊，啊，拢无用这个啊。你要用这个啊，去思考一下，很简单嘛。所以台湾华理这边，不管 Roger 林博士啊，是我讲还是别人讲，那种较简单的啦，你去把它看一下。我看一支哈鹦鹉来写写，他也知道台湾的华理地位。没骗了，电脑也会啊，不相信我现在、用人工智慧下去，他也会啊。啊，既然是这一块啦，这一块台湾人都没有把，都把它拿去当仓库，把这个把它弄到这边情绪这边来。啊，糟糕！啊，不相信你们现在头脑摸摸你那一块在哪里？我们在做很多男孩子都很在意外表啊，啊，女孩子那年轻的时候喜欢说这个大不大啊，下面的好用不好用啊，啊，男孩子说、能够支持几分钟啊，说嘿，蓝色小精灵生意好的要命，啊，都没有，好像都没有针对这个啊，有没有？没有，假如吃什么下去会让你的头脑变变给完，或者是说你从事什么活动会让你呢？啊，结果很多人跑一跑社会地位，刚才那个安全感贵是，跑去宗教去了。啊，宗教糟糕，又把它带到这边来，啊，这边都没有。所以你做一件事都要用这边红色这一块去思考了，不要惯性，因为这个是流亡政府给我们管惯性都到这边来，所以他从小就把你安置那个城市，像电脑一样子，你一进去跑就跑出那样，跑出那样 ，input， 咖啡机 in， 咖啡啊，反正电脑里面的一个逻辑啊，啊，而且嘛问题，你电脑不可能自己自动升级啊，你一定是你的使用者。所以我们有一个比头脑更高层次的，就是我们的眼神，我们的那个灵魂，你要去判断。你这块还没有用，你现在很打拼，较早迄一个歌词甲唱讲迄什么爱拼才赢，啊，佫一个党诶讲爱拼，啊拼拢用这个情绪去拼，用对吧？用这头脑了，啊拼到大六关、细六关，啊这拢无用者，啊这跟是侏儒一样，这块跟侏儒一样，啊啊西方人很容易，他们西方人受污染比较少。他们从外表看到我们表情，看到我们东方，尤其台湾人，他看着你这一块有没有发达了。啊，他一个动物扁人要嫌我的话，他知道说这一块不发达了，靠这一块哈、基因传下来后，第二代就都弄开呀。别骗了，好，所以一定要这一块，啊，这是脑内革命，啊，我告诉你，感觉啊 ，sense， 判断 ，adjust， 那个 thinking and planning， 啊，那还有加上语言。啊，上次几个上课，那老师你什么黑其他功能，我不用那个器官哈，那个只是我是说用那功能。啊，因为刚才讲到性啊，性是在语言后面，啊，语言后面盖住了。啊，在座可以我试验个，语言厉害的人哈，性能力都很强，就像我这样。啊，因为这两个区域在一起，没改变的。啊，黑了温良恭俭的哈，你给回老公还是娶了你啊？哎，你还不讲话，温良恭俭让，嘿，性能力都很差。
所以那种很容易在外面包完来，啊，或红杏树上别挨骗的。你登下去了嘛？领导、领导那新人啊，啊，那吼语言能力很差啊。你但是中国在讲啊，这款人是好人，温良恭俭让啊。哦，迄、那个，迄、那、恁、個、算出来马英九怎么写呢？哈、哦，是不是这样呢？温良恭俭让啊，哎，讲话也不会讲说他的太太，你看这名拢打瓜散了。啊，个这个总统啊，如果糟糕，继任他糟糕，很会讲，但是他老婆不行，所以得不到平衡，所以出状况。他们美国委托他们的总经理来管理台湾，把台湾搞得乱七八糟的，所以到最后一个被抓一关，那一个哈、啊，准备要回他们娘家。好，我们再系统化，把那脑哈，大家脑也不知道没有解剖开，不是像以前中国滑头或者意思。我们现在看脑的 IPO input process output， 刚才那电脑赶快了，你刚才我插进去资讯嘛，刚才我家里。那个大尖山，你要过多少的 input 就能呈现出来给大家看啊！不，不赶紧现场，你这六七十带到大尖山外面来赶紧抓去，好、哦，没有临场感啊！我怎么用安尼多啊？那方法就加好。哎、啊，如果用3D 的话，你得看过我的球啊哈，再去我那讲落去，哎、啊，球啊哈，真的重了，你跟小孩跟宠物一样，变成鸟语花香，真的会球会跟你讲话，用感谢你把我救出来。啊，咱台湾哪个是安尼？所以你要感谢林博士哈，不然脑部还是没办法开窍。好，这整个把杜海的实际的迄生理学脑，好，咱甲看一下 input。你怎么听我讲话，那就看我家是 input。好，不管你认同不，或是有些人还在打瞌睡哈，好，那 input 进去可能 garbage 进去。刚才我们脑部里面是认知分析嘛，我们电脑像那些公司部门啊，是讲你的家里啊，是啷个 TV 啊分析啊，啊你有。会思考记忆，大家用情绪中心，反正说哇，在脱牙，或是啊、哦，很高兴啊，哎，反应，然后会输出控制啊。譬如我们以在座就，您知道台湾华理论述，台湾民政府应该再早一点弄灾啊，啊那丢毒噶这样子在未来，啊，是不是丢毒？是不是？是不是因为这边进去大家自信都一样啊，你我都一样啊。跟我们前辈一样，那经过你的脑部以后，怎么你们慢了半年，慢了一年，好，再慢明年来哦，全部都要考试，啊，不能是说缴钱在那边上课，啊，对我们说发现越来越，哇、哦，这个人越来越多了哈，那个越来越年轻了，哇、哦，到时候都钱看了，都大概钱摸啊，那尬来了，哈、哦啊，所以接下来可能要考试了，明年就要用那个各地方政府要推荐品质这一块，就是尽量 input 进来要控制。啊，不要紧，不是说这样就好了，就是说你看先来的人代表脑部开窍嘛，所以大家你们脑门都打得很开了、啊、后面那些脑门都没有打开，不相信今天、啊、天气冷，大家、啊、都还躺在家里睡觉了，别骗了，你的同事你的朋友搞不好你的配偶现在都在床上睡觉，反正我阿娜达不在、啊、多睡一点也不用煮中餐，对不对、啊、最好晚上你们也不要回去，那晚上他寂寞就找另外一个人啊，都这样规划啊，这边有没有啊，这个就很清楚，是这样一个情形。你也看你就知道，你怎么大家闹？我这不是讲你这个人啊，不是你的 body 啊，是 your brain and your head， 啊，你的 head and brain 在做什么？就是这样。咱台湾人就中国文化应用，脑都没有去把它弄，啊，包括下面头脑就最上面、最下面的，也没有去把它弄得健康，所以我们头上下都侏儒。哦，刚才我讲，上面是头脑，下面是生殖系统，性，这两项西方人对台湾人 nothing， 没挨骗了。所以你现在告诉我说，你家庭都幸福，你的公司都伟大，你的社会都伟大，你的政治利益都的国死 shit， 啊、哦，林律师，嘿，阿伯发生代志，嘿也是恁家啥哩一种责。真欢喜哦！我今仔一丛安尼，一丛敢是别吉祥的，吼、哦，这个肥肥肥来个，我吼，逐工来，回娘家拢吼，单楼上家坐，好哩欢喜干呢。出代志你看，都不承认你是你的女婿。台湾人多少个？还有一个现在准备要出来，以往正在出来选流亡台北市迄个吼、哦，比林立士更肥，更的啊！啊，恁迄家叫做恁家婿吗？迄款中国文化，伊家讲吼，民族风，啊，耳大大迄只好人。啊，你看西方人。比尔盖茨，你要搞赶快，谢谢啊！啊，咱台湾王永庆和迄个齐美的啥人？许文龙，迄款就是拢用脑筋的人嘛，有无？迄款那3B8哈，啊，拢迄款那种，啊，你食肥肥款的哦，啊，在这里肥肥，不要反对啊！
好，因为你吃欧罗回，我不能否认你啊。啊，大同油啊。好，那你把用简体啊，都还是 brand 是上面头哈、啊，头为什么放？这简体啊，你头一下，好、啊，应该报告了、啊。第一个部分是信息，你现在听我讲的，啊，个看我的资料，哈、啊，天罗神是不是 N 而鼻舌身意 ，N 而鼻是功能。因为头脑脑是好像一个老人关在头颅里面，他没办法跟陈水扁关在笼子里面，他没办法，所以要透过 NLP 蛇生意的工具，电脑一样，主机板他在跑时或是里面去，他一定要靠这些什么麦克风啊，什么USB 什么接进去，啊，接进去以后资讯，刚才不是要把资讯传进去嘛 ，NLP 蛇生意传进去，啊，这第一个，第二个你再往你的身体看，接下来是鼻孔，鼻孔放在下面，鼻孔做什么用了？好像鼻子好像只有呼吸而已嘛，哈、啊，就靠口呢。啊，你这个信息哈、啊，上面这一哈、啊、川流不息的，你们有没有办法把你的信息停止掉？不可能，包括你晚上睡觉就都做信息，只是做梦啊，就是有些人他晚上都很安静，胡扯，然后晚上一定跟电脑一样一直在做 feedback， 啊，只是说你有没有记下来？刚才不是一个记忆体，你有没有把晚上电脑在回复的时候？在幻想、维护、在处理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存？但是也在浪费能量，代表它也在消耗能量。啊，脑运作在消耗很高级氨基酸。啊，西方人都吃那么多进去，都是灌到脑部去，不是像我们那灌到那手脚去啊，就当人家奴隶那些才要灌到手脚去啊。啊，呼吸系统，你呼吸系统就不是川流，你看可能五分钟在几秒钟在呼吸一次嘛。啊，像在这一次可以憋气憋很久，根本不用呼吸。啊，只有鼻子啊。鼻孔，啊，过来是消耗系统，啊，从，好吗？你消耗系统就是从你的嘴巴，好，嘴巴是第三个吧，哈，有没有？你从你的这个，我们台湾人都没有去研究这个哈。其实造物者在造物的时候，他就已经规划，好像生产线、工厂生产线，他在建料生产线也都排这样排啊。消耗系统吃。有没有像那个第一个一样川流不息，天天吃，像那个单细胞一样哦，一直吃？没有嘛？你们大概经过这个文明以后，也这个三餐吃一次，了不起加一个宵夜哈、啊，吃零食这样，啊，消化系统。所以你吃的话，一个礼拜甚至有人讲一个月不吃东西都不会死，但是不喝水就不行啊，嘴巴就比鼻孔更不重要了。鼻孔你不可能十分钟不呼吸，啊，不可能五分钟不呼吸。啊，脑部的话、啊，就是 NLP 设生川流不息，不可能停止。你说你的脑部停下来说我不思考，你不思考本身也是一种思考，啊，你是在那禅宗坐在那边，它也是在运作啊，只是脑它去做另外一个更高级，不是刚才我们生理需求那些嘛。好，消化系统啊，那接下来刚才我们讲到最下面的这个人，大概在15岁、16岁哈、啊、才会成熟发展出来，所以怪不得我们的健康教育老师都不上，那一节就跳过，回去问你妈妈。我告诉我妈妈。他的老师也告诉他说：“回去问你阿妈，他们在变门杀啦。”啊，大家都唔知道，等啊，紧啊，把恁囝把下骹这先教好了，连这都唔敢教，你做人的老爸老母，对吧？生殖系统就下面了，不相信你们的生殖系统不可能在上面嘛。但是这些都要由脑来控制，啊，一二三四啊，所以医生医院里面哈、啊，你一个人如果健康有问题的话哈，从、啊、哪里可以先割？最后面成熟都先割了。有没有人说叫你把脑割掉？大部分说这边都可以先割掉嘛。哎、啊，两条不好挂掉，啊，那两个奶不好挂掉，啊，所以是后来是因为造物者板断啊，讲吼，和人种吼、啊、都由他们来繁衍太痛苦了，啊，由人自己繁衍，所以后来给你安置这个生，像我们电脑一样，哦，太辛苦了，说起码你平板电脑都用那个用 Play 什么商店的程式关着，你自己去下载，你小孩自己去生了，自己照顾了。好嘛，造物者用这样啊，以前不是哦，以前人类年长链是由造物者要一个个，所以他们宗教为什么那个宗教为什么说哦，耶稣要救世人，他一定要由上帝来生啊，他上帝又没有那功能，没办法跟人类来还脸的，所以透过隔空受孕啊，玛利亚去受孕，他就怀孕下来啊，这个大家他们的宗教呢，啊，大概这样知道这个情形了、啊，所以当你要解决问题之前，先问你自己现在处在哪个部分，你动用了你里面的什么功能？没有那种功能，你要解决问题。你跟着民进党、跟国民党这边起哄，你的脑部到底有没有 match 到这个现实的问题？脑啊，然后刚才讲脑内革命，脑的决定生物。好，
那既然刚才生理诶的往前面推，讲你产生问题是来自于需求，而需求会对我们人体的里面从上到下的黑的机制，你要去完成的机制要反应，啊机制结果反应老半天，结果搞错方向了。我们用到现实的环境就是民进党、国民党，敢传了唔对咯，啊民进党是要求滚，国民党敢传唔对咯，佮无要紧，你偷工的嘛，还有一个外来病毒啊，你那在座有人感冒嘛？哎、啊，病毒会对你很客气吗？你看，哎、啊，病毒，你对我和柔一点，晚上给你盖棉被啊，我等一下请你吃大餐了，会这样吗？国民党就跟是外来的，我讲国民党不是南回的国民党，是流亡中华民国国民党。我讲的民进党是中华民国民进党啊，而不是另外一个国家民进党啊，弄清楚啊，定义要弄清楚。刚才我讲英文，那个 state nation 的没有定义清楚，你就讲了，你讲民进党代表说你跟民进党很亲近，你讲国民党你跟国民党很亲近，对不对？所以前面的人家 all title。嘿，全名要讲出来，代表说我是很客观的说你这个名词。好、哦，你讲说我国，像《自由时报》经常被我批什么我国，我就问他那个周景文他们的大编辑说你我国是哪一国？全世界没有一个叫我国啊！啊，我希望说你把名词写了，他不敢写。好、哦，因为顶人啊，都是刚才政党骗了，欺骗我们台湾人。好，那这么回复解决问题。刚才前面那产生问题都是从你的脑部整个好、哦，包括宗教禅宗里面讲到了哈，哎、哦，脑部出了问题。第一个，你要解决问题的这 procedure， 好，等于说这个问题是 problem， 不是 question， 也不是 issue， 是 problem， 就是多还是落差 delta 值，啊，你怎么被把那 delta 值把降到某一个你可接受了？那要有这种情形，好，你可以用在医，你去看医生，在座应该都有看医生，或你家里有问题，第一个是不是都要了解现况？你小孩在外面跟人家吵架的时候，你是不是要先安静下来，先了解现况？啊，了解现况是由你这个人去了解吗？是不是这个人？是不是你？不是吧？是你的头脑嘛？刚才不是讲说你要经那个 information， 你要去拿到正确资讯，然后用到你的头脑里面。头脑里面刚才不是要是思考判断，有冇？有冇？咱红色那一块啊？啊，无你这么用情绪哦、喔？哇，你讲阮后生，你讲阮的宠物，我都要跟你拼。啊，民进党来讲好，咱都爱拼。拼就拼，你啥拼？你拼卡去的？那我们就用情绪嘛，那就是都要用黄色，但这么是要用红色。所以你要了解情况，你去看医生，医生也会诊断，帮你把脉啊。你的状况怎样？你告诉说啊，你的睡觉状况啊，你昨天跟你安娜达安娜安娜安娜啊午后吧，了解状况嘛，了解实况啊。但台湾现在实况是什么？你们现在都了解吧？你们多少已经了解了，比那些还没有进来了解多了。那些还有2000多、1800多万人还没有进来，那都不了解。他以为这边打拼，在台达电、台积电那边的工作加班，以为就他就幸福美满，以后就传给他的后代。大环境啊，树倒猢狲散，哎，猢狲散，覆巢之下无完卵啊！啊，你如果这个状况又你要界定问题，实况也界定，啊，你是量上过大了，还是下开机上低？啊，你就要界定问题啊，跟那台湾问题界定出来。那你这个就靠你脑部去思考，不是靠你这个人的。啊，台湾人家不接不住，是拢去问别人。我 Roger 博士都问你们，叫你们眼睛闭起来，好，问你们问题，你看，那问题哇，咱台湾人我会，我看边啊有人什么动作，我跟着，就西瓜挖大饼，啊西瓜挖大饼，挖到那边的啊，拢炒西瓜。所以你要西方人那一种，就算一个人你认为对的话，其他人他们都没有清醒，你也要站出来了。西方人就这样，不然他们怎么有办法去？发展那个太空，发展那个科技，都是都出东西。安尼去讲，像比尔盖茨和贾伯斯，为什么大一不练就休息了？要是咱吃，像中国要休息，阮老爸就讲，哇，你要你休息，阮兜都无大学生啊嘞。吼，伊讲要弄一个大学生出来，就安尼了。安尼人家贾伯斯有没有大学？没有啊，他大一就不练了，他知道。啊，那个比尔盖茨也是啊，啊。阿德瓦德，你界定问题后开始，你要构建一个分析模式。构建是刚才脑部红色那个构建，就构建了、哦、啊。甚至你可能没时间，但是你是一个专家，你一个管理者，你管理者你可以请别人帮来代管。啊，管理者很重要啊。等一下我会讲到管理。啊，分析模式了，你就要提出解决方案。啊，这公啊，这是公啥听拢无？所以就是国小、国中、高中那个数学很重要啊。那很简单，有没有？啊，一个笼子里面关几只鸭，关几只鸭，怎么让你求一个鸭几只和兔子几只？有没有？
啊，那个就是要解决一个问题啊，一样啊，那么简单的问题你们都逃避啊，很多人在做很多的国中、高中就是这些搞不懂，所以跑去练社会系啊，背历史、地理啊，头脑那时候就被封闭起来了吧，头脑就到了现在都封闭在那边啊，甚至 S Y 啊，你 S 变多少 ，Y 会产生多少，有没有啊？帮你还要老师教你求。这些几何或是微积分里面求极大值 ，S 等于多少时候那个函数 Y 是会产生最大值？有没有？那个就在训练你这个逻辑的嘛。啊，咱台湾无咧，即马搞咱母的搞出来政治人物或社会科系，都是因为这等人嘛，这等人都拢未晓，啊，佫未晓管理，未晓去从沉淀人来找好的管理者啊，啊，就整个出问题啊，所以找不出极大值啊，所以解决方案找不出来，就二百七啊，好、啊、大同油，你看三十年啊，六千十几年啊。啊，搁落大问题，你肯定嘛吼？那么个挂断中国啊，唔是挂断中国，要挂去中国。啊，火烧起来，烧到目白啊，再紧张。啊，平常时拢底下吼，安那打去遛狗，吼、哦，我最讨厌那种遛狗了。不能遛我嘛，我让你遛嘛，我起码我可以跟你对话，对不对？我还赚钱给你，那狗会赚钱给你嘛？啊，啊，脚抱手用，那都是吼，还都生理需求都无问题啊，安全需求也没问题啊，不会往上面，还是跟狗在那打交道，我真的搞不懂嘞。啊、真的是都没人刺激嘛、啊、在这里面现在有刺激以后你又 回去狗赶快起英文名字你叫用名字 我就知道那个不是狗好好接下来啦当然过程中有些在 feedback 了哈就要修正回去这个你要了解你要落实不知道知道这个很简单啦其实你都在这样做只是说我们没有像西方这样把它那个汇整起来把它变成一个协理或者是一个标准模式这样好那刚才讲说那一些到最后啊、不管是脑运作，或是内在，或是外太空，或是刚才我按了 Google， 或是你像生理健康，或是台湾地位，到最后这些问题一定要管理嘛？哦、一定要管理啊！那管理是什么？啊、在座有没有气管的？或气管相关，或是很想去修 EMBA 啊？今天就要上 EMBA， 你不用修了，修这个后你就等一下最后一个公式给你，你就回去跟你家的女儿或是女婿说，我比你还强了哈。学着。管理是什么？啊、，what is management？ 因为刚才管理是要解决前面那些问题嘛，有没有？我们刚才前面那些问题产生，或是你的脑机制，就是用管理，因为脑里面的生理机制也是内部的机制，也是一个管理啊，有没有？啊，造物者整个宇宙、整个地球也是有一个管理机制在，啊，只是管理变成一种比较专有名词了。哎、啊，这样的，这应该是都从欧洲白人社会发展出来的。管理是什么？那印度人落落等啊，已经讲他历史了，好、哦，就讲说台，能帮你讲说台湾人是中国人，他改工落落等去，好、哦，中你看中华民国身份证拿出来，你是中华民国，啊，你再不像你把家族谱拿出来，你就是谢长廷去他们福建那哭哭啼啼的，啊，就说他是中国，错了，不对啊，那个都骗人，文化东西里面很多或历史里面很多你不求证都会，以这艺术的公司，以这是一个工具，用你很多路哈，很多路或是工具，你罗赖吧，还是讲你？你要解，你今仔想人家六七十个安那来，迄搭攻击是什么？啊，啊，这较早是从拉丁文里就 handle， 你自己手边那电哈，再发达把迄采的迄马铃薯采的比人家多，对不对？以传统两三百年那阵的，你的手是安那弄，迄马铃薯啊，从挂地外再挂人较济，啊，同样把它扩到放在机械马那些。帮你劳动那些，你要怎样去把它 handle 好？那以生产力才高，好，包括黑人，因为当时他们生产力不赶快去找黑人来，啊，黑人找不过，人家自由化不能有人权，所以找东方人、黄种人来代工生产电脑。大家在做，都不是都在生产线，都生产的都给白人用啊，啊，而且后来就到，好、啊，就是说到华国这边就有这个字 mismanagement 出来了哈、啊，然后到17、18世纪的话，英文字才有 management 这个啊。啊！伊这个，这咱多点看，伊这英文字的啊，你啊、用中文字哈、啊，汉字管理或是物理加上理的话，就是正确理哈、啊、理嘛，王者的地方理嘛，这个是正确的。物理、数学什么华理什么理，加上理的话，代表都是正确的。好、啊，那前面那个是要放在正确。管是什么意思？汉字很有意义，当时有人把它翻译成英文，没有几秒翻译成管理，管是很有意思的，管几乎每个人每天都在用了，包括刚才讲了，我从上面到下面人的生理里面都是一种变相的管制，你搭车子、搭捷运、搭
开车子正在这个教室里面都是一个管，哈、哦，变相的管，马路也是一个管子，所以你要看这个吐啊，刚才讲吐啊，这空气里面那个管子里面流动是什么？管子里面，你像照不你比较狭隘定义的管子，你加水管嘛，还有我们下面那个管，或是消化系统、呼吸系统的管在流什么？是不是刚才我们讲有要 information， 要资源在里面流动，有没有？好，我现在举一个最简单的，消防队那个消防人员拿的水管在喷那个水，里面当然是装水吧，不可能加汽油在里面喷救火吧，对不对？所以这管子很重要啊，谁掌握这个管？啊、消防队乱喷啊，像民进党陈水扁给我们拿那管子乱喷，喷错地方了，所以这管子很重要，所以也没有几面翻译成。管制，所以管制里面流通的资源，那管理学气管里面或管理科学怎样定义？就是你所拥有权力，你可以去调度你的资源去解决别人的问题。就一个董事长、总经理付给你一个任务，你当一个部门主管啊，管理者，给你资源、给你权力、给你资源、给你资金、给你人才，啊，你拿到以后你要去解决，把订单弄多一点，把那个。客户服务多一点，同样用到其他领域也这样。你拥有那个资讯，拥有那些资源以后，你们才决定来这边嘛，就经过头脑了。所以管理这样有没有很清楚？不然你们学了 MBA 学老半天，谁不懂什么叫 MBA？ 在座有 MBA 我看得出来，脸上都看得出来什么叫 MBA。但以为这上面武管、财管、气管、什么生产管理、行销管理，就学老半天，连他自己的健康都不会管理，对不对？管理就这么简单了，资源掌握在你的手上，就在管子里面流动嘛，哈，你管子哈。管子里面流动的资源啊，你那个要什么资源在里面流动啊？你这管子要喷到哪里去？刚才用那个消防队那个解释就很清楚。那你可以把它扩大去，太阳系、银河系在绕动，也刚才像一个管一样。那星系在这里面运转，一定有它的管理机制在里面。台湾也是一样，在这个国际地位上也有它的一个运作。所以我们要依法理正常化，回复到管里面哈。正常化的意思就是这样。啊，这不用解释，英文这个我刚才用汉字一目了。好，最重要就是公式记下了。啊，你讲管子落落等管子里面摸过，等一下天气冷，男孩子啊一定都会去摸那个管子啦。没骗你啦，啊，你不要乱喷啦，不然那个龙舟老板会搞说你们管理管的不好。管子这个意思啊，那我现在用数学代数，就是这个公式。Y 就是刚才姐姐前面你需求跟产生的落差 Y， 或是你要求好骆驼奖，或是你的什么什么要达到，或是台湾正常化，或是说你要去夺到一个 MBA， 或是夺什么目的 Y， 那 F 就是一个功能，像一部电脑功能，或是一个机械一个车子，或是你刚才讲的你的头脑 F， 好，这一个机制或宇宙这个运作机制 F 嘛，方形嘛，这个我们国小开始就学习了，好，这个已经没问题了。这个如果说大家没学过，我讲这个是天方夜谭，这个都要学过。所以很容易，你把国中、高中的那种基础科学拿出来用，就可以解决台湾的问题了。只是说，因为我们都跟那边都隔离了，我们那时候拿学这些是为了用为了考试嘛，考试满分就是说可以当人才。那这个 MIT 呢 ？MIT 很好记嘛，大家知道以前背起来就是台湾制造了，不是啊？这个是为大家，你拥有这种机制以后，你把这个资源分成三大类 ，MIT 啊，你这个资源你在管制里由你来控制，啊，你去完成这个任务 ，Why？这样没很清楚，所以你整个我讲了这么多，包括台湾地位正常化，或是马关条约、旧金山合约里面讲的，就是这个模式了，这个公式记下来，啊，这个郡守考试会考，啊，就这么简单，问这样的，啊，那这边的就 M 就是啥 ，M 开头就是你刚才讲你的头脑啊，你的灵魂 mind 啊，包括你在公司里面一定要人力嘛，你在家里面总要有你的儿子、你的太太、你的配偶嘛，人力嘛哈。还有机械嘛？你刚才我们八六七十岁来这边都搭一些机械来 ，machine 嘛，或 material 或 money 嘛，还有钱嘛 ，money 嘛哈，还有 mark。那 I 呢？就我啊，就是你啊。刚才我们讲介绍脑啊，就是脑。那你要 information 啊，给你像台湾民政府这个资讯给你，你经过考虑以后，你还是要拿这个 information。刚才我们说，那 intelligence 智慧嘛，还有 innovation 嘛。啊 T 呢？啊，你总要有时间嘛，没有时间你怎么办法？所以 T 在这边嘛，啊，你要 thinking， 刚才我们脑部不是要思考嘛，啊，有没有脑部那个生理片那个
啊，那你要 technology， 还有 territory， 你要你看有一个位置让你做叫 territory， 所以这些都 MIT 把它分类叫资源，资源由你这个人 F 去把它掌握去完成一个人，这么简单，就这么简单。管理气管管理都是学这个，所以你这个不管用在宗教、用在太空、用在医学、用在内在人宏观器官微观，都是离不开这个公式。啊，这个气就写出来，好、啊，没骗你啊，你用在扩大到其他领域里面，啊，这句写下来就通用，很好用。好，那针对这个公式，我们就可能要去解对哪一个偏微分啊？有没有在这有基本的国中、高中或是其他的偏微分？当然不是社会科学可能没有，但是可以演变啊。大概就要解决问题，我们不是在分析问题、界定问题有没有？刚才前面不是讲说要界定问题，要解决就用这样求极大值、极小组出来啊。台湾这个问题就是这样啊。好，台湾这样现况的问题，你就用这样啊。所以接下来，那你管理谁这样的话，管理是这样定，那定义它定义是这样，那要做什么？就像我们人脑，我们人啊，口囊直接被做啥？啊，个繁衍后代啊，啊，繁衍后代，你活八十岁，你的儿子活八十岁，都在糟蹋地球，啊，你那啊比较讲求啊，不相信你们从小到现在，从受精卵到现在，到最后连棺材也是地球供应的，啊都没有啊，遛的狗宠物也都大小便，啊都吃地球，啊了不起稍有成就就孝敬父母而已，啊你父母也是糟蹋地球，你有多少一个动作是回馈地球？没有啊，刚才我为什么要用那个外太空的地球给大家看？好、哦，你是住在地球上，住在那个银河系和太阳系里面。What for management？ 我刚刚讲，哎呀，你这些公式，你看这些数学微积分或是现代数啊，写些什么求极大值、极小值，都是为这个目的。求那时候不是训练你求极大值、极小值了吗？不管会计学或是数学有没有哈、哦，就是 to do right thing right 啊，做对的事哦 ，the right thing。做对的事，然后这个方向对的事，还要做的叫水亏。譬如刚才救火队，那个人家已经通报你说哪里发火了，你要把那个回龙车正确开到那个地方去，然后去以后还在喷对地方呢 ，right 嘛。啊，那台湾要解决问题，那民进党跟你讲几十年啊，拢 to do， 不是 to do right thing 啊，叫你拼啊拼啊干呢，迄、那个开救护车，然后扩散啊，啊去喷，干那喷水拢喷了唔掉啊，喷会有着火量不喷，喷到隔壁人家在做爱的地方，啊，或是人家龚老师讲走错房间了，啊，走错房间还不会走出来的，还糜烂在里面。好、啊，这个管理学也，什么叫管理学？什么叫做管理的目的？好、啊，这解释从前面那个脑部开始怎么开窍出来？好，刚才有讲，前面有讲到国家。好像这次都不对嘛？人民法公，国家这个定义，我们不要被那个政党讲说，我们有土地、政府、主权、人民，这个土地不是我们的，政府外来政府，主权日本天皇不是我们的主权，跟住领导房地产，你现在住根本不是你的，所有权重不是你的，上面不是谁的，你是住在那边，你的儿子、你的孙子可以供，我那供你多呀，所以供出了一点嘛，也许和你大了，地上钱给你住呢。哦，啊，即卖即个迄垃圾政府哦，甲迄两个政党甲伊骗啦，讲啊，咱都土地政府主权啦，伊甲伊讲啊，国家定义就是安尼啊，啊，咱都拢有啊，人民啊，你们不是人民嘛？2300万不是？那不是啊，那两大族群，一群是日本战败国，那时六百万，反正大概在1800万，啊，个另外一定是迄草头啊抓过来，要准超过1200万，即卖反正就4500万，迄定是迄的话，逃亡流浪，所以两族群混在这边。啊，当然还有几个那个东南亚的那个外籍了哈，那个少数，啊，人民不是 啊领土呢？你住在这边是你的，刚才你住在那边，你家明天回去住在那个地方是不是你的？假设你那个房地产是登记在你的爷，您某的手里，不是你的嘞，啊，这搞起来领土啊，政府的，啊，现在给你管理迄个恁了，恁到有十波人都是恁翁啊，不一定啊，有给你大周的十波人都是恁某啊，不一定啊。嗯、啊！你讲政府，即马甲你管理政府共款啦。啊，即、這个流氓政府中国来，你唔知啊？那是八年前尔嘛。啊，主权，嗯、啊，台湾的主权在哪？你家所有权那个房地产所有权在谁手上？啊，台湾人最简单嘞，遐免写国际法律啊。你领导你大厝，干脆你即马坐车啊，即咁你也，有啦，你可以使用钱啦，因为你缴6000块嘛，所以使用钱。而、哦、我们为什么要缴税？所以才可以住在这边。而、啊、政府，你缴税，这政府才可以 run 啊。如果最高权力者要叫你走就走了，
那台湾的身份呢？我讲啊，地位呢？哈，刚才我来讲，台湾的身份地位呢？刚才我跟你们讲过了，为什么是讲台湾呢、啊？其实就是讲你，我们系统分析讲的就是你嘛。我请问这位小姐，你是台湾人吗？坏？为什么？你不能说刚才讲我住在这边，我祖先住在这边呢、啊？啊，你拿出来身份证，你那个中华民国身份证呢、啊？啊，正正办，那所以你还没有到办的这一段嘛，所以这段时间我否定你的存在，对吧？好、哦，这个是很现实，西方人就这样。你现在说就用中国情感情绪说，我要办啊，我就同情你，但是我现在认定你是中国人，中华民国国民就 China Republic of China 嘛 ，Republic 就是说这个国家不存在而已 ，Republic of China 嘛。哎，这么中国政府是 People's Republic， 都是 of China，of 您等等啊。我等一下上 Google 网啊，你 off 的意思是这样，就国中就学过 off 是什么意思 ？off China 就是中国嘛，把它从秦朝开始都属于中国了，它只是当时不叫 China， 就叫做秦或是明或这样了，都是叫中国。中国这个哎、欸、跑到哪去？中国这个国家，秦朝哈、啊、开始，秦朝那个时候这个机制，他把当时什么去统一的六国，把当时的人民领土主义就。就那个国家从那时候建立的，啊、后来各个政府一直才到一直改嘛，包括现在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所以是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中华人民在中国之下，中华人民共和，啊，中华民国是在中国之下 ，of 中国之下共和制度，所以它。这个国家是应该不是国家，是讲一个制度的政府。譬如说，我现在讲一个，你们有在都市里面看到一些银行，外国的银行叫 Bank of America， 有冇？啊，你你阿公，伊是银行还是美国？对我嘛，强调是银行嘛。你怎么可以说你要去 Bank of America 存钱，一个存你美国去？啊，你嘛讲 Republic of China， 哇，要喜欢那么多讲，哎，民进党讲骗的，讲 Republic of China 就是中国，就是一个国家。有一个是一个制度而已，一个官僚制度而已。好、哦，就英文字来看得很清楚，你不用去华理或什么国际化，你根本不用讲。但是用汉字看，你看不懂啊。你中华民国后面的一个国就是国家，像我名字，我种一棵树，给它名字叫李大国，那棵树也变成国家，有国就国，就国家。汉字会害死人，所以操作选定不。所以你看，还有一个 F 啊、哦，你看这六章，国家构成的必要人士有人民、土地、政府主权嘛？哦，以为讲我这有安尼对应，跟人讲你有偏偏啊，我都讲很多人，无一定还有灵魂的。那、这个是集合嘛？数学里面这个括号全是集合，那你国家集合，那你还要把它加一个 F 管理学。刚才不是讲管理学 A 是 F 嘛？这个 F 就是要把这些人组合起来。那这个 F 是什么？应该有上吧 ？F 是什么？他说：“你要把个产品做了，比如说你要把孩子生出来，你要有一个程序啊。你有男的、女的，有那些精子、卵子，难道没有一个程序就可以生出来吧？所以程序，台湾人都很微弱，东方人很微弱。什么叫程序？刚才讲不就解决问题那个程序嘛？包括你脑部思考、自信进去，整个程序就在这个这边嘛。他定义说你要向国际社会宣布了，要得到国际社会认同，有吧？像前两年、两三四年的动地文一样啊。”我现在接下来准国家，嘿，巴勒斯坦的调一个国，就像你结婚，啊，你们同居就当做夫妻啊，你要变成正式夫妻啊，一个程序叫结婚嘛 ，F 就是这样，啊，你有男的有女的啊，有你有什么啊组合成一个家庭，你要有一个结婚程序嘛，就简单这么逻辑，啊，程序这个 F 了，啊，台湾人就会啊，我有这个国家，我民进党那边啊，我有这個，哎，讲啦，用有啦 ，F 有啦，啊，我都民主选举啊，我们经过选举。有没有啊？阮到从这礼拜来，阮啊拢在人面书本，阮也是用选举啊。结果这个礼拜都是我在处换啊。难道我就是民主国家吗？啊、民进党那些顶人拢社会系的嘛，从李秀莲、陈水扁，跟这个现在台面上这些的都社会系，社会系是国中、高中就跑光了嘛。有没有三角函数搞不懂啊？排列组合搞不懂，全部跑去背历史地理啊！啊，脑部里面装的是唐太宗，陇海铁路跑过哪里啊？这都装在里面，现在还没有把它脑内革命啊。不爱相信，恁都买笑啦！你才这一笑，啊不，啊怎样革命？先革命掉嘛！先革命当然不是拿刀去砍了，就是把电脑里面按一个 update 的后啊嘛 ，update 自动全部更新了。啊，这按侬改过了，好啊好，整个用管理科学系统化已经展开了。啊，今天节目应该就差不多到了，剩下五分钟。那我们的复习刚才前面。
刚才讲人家那个专业的负责专业的鲍威尔跟那个威德林，对的，你看他 country nation 的 state 都讲得很清楚。啊 ，state 是比较属于已经政权体系，它的功能运作很紧，就好像你家从一收土地盖成房子，你人都搬进去住了，你社区很完整的，有没有？你家里面是有男的、女的，床铺什么功能都在里面，水电之类的那种叫做 state。啊 ，nation 的可能就是说一个房子盖成了，没有人进去住 ，house， 啊 ，house， 啊，可能基本的水电功能。啊，那 country 呢 ？country 说一块建地在那边。啊，用这样比例你就很了，不然都啊 ，country 也是那也是国家啊 ，nation 也是国家 ，state 也是国家，啊啊，这边就要改弄个叫什么？如果套到刚刚前面讲，那几位专家跟你讲，那你现在很清楚嘛？台湾是什么？这个三者都不是啊，所以你是一个 occupied， 是一个被占领的一个地方。就为什么？所以往历史事件68年前，美国占领了、啊，美国当时反攻回来，把日本打败，把日本天皇打败，台旧金山重战回，干脆您家房地产买卖企业垫下来卖给我了，啊占领美国占领，啊美国占领他没有派军队，没有像那个 Okinawa 或像菲律宾这样拿回去以后，美国军人去占，是委托一个他们当时世界当中合伙人叫做中国，但是也不是讲中国，是蒋介石当时派到那一边。加入盟军的一个纸质印战里面，所以当时派他拿来接收台湾，也接收北越。好、啊，蒋介石负责接收台湾、接收北越，包括他们中国。啊，台湾是属于太平洋战区，北越跟中国都属于中国战区。但是北越越南人家他的宗主国华国是战胜国，所以赶出来。他们北越引那些政治人物去找那个当宗主国华国出来撑腰。所以说蒋介石也不对，那鲁迅啊什么去接收，也就像我们陈毅来接收。因为成也3个月90天来规定了，也接受程序90天到的，也才讲这中国人的歪文化哈，因为才讲内乱嘛，中国内乱，所以一定唱一家唔等，用叫化国，化国，嗯，你又变成我的殖民地，好啊，我就帮你讲，这就很简单。结果三个月90天到，鲁迅的部队全部都要撤出去，化国在那边撑，台湾没有啊，宗主国战败国，干脆你老爸老母输人啊，你囝都瘟死的啦，干那打到被你瘟死的，好就这样。啊，给他因为时间的关系哈。其实较早几下场景，我拢会放迄、那个影带啊，那个看那个就印证我整个，包括迄个美空云雀、希伯拉唱的迄个苹果追婚，啊，还有那个美国的 Imagine 那个 Grace， 还有奇异恩典，那个 Made to Be 啊，就希望台湾变成福尔摩沙，还有一个叫做杜鲁门楚门秀，这个几年前大家看到楚门秀嘛，我们换成楚门啊。但是那个出门就杜鲁门嘛，杜鲁门嘛，台湾是为什么？就杜蒋介石、罗斯福跟杜鲁门交接的时候，台湾整个身份地位被弄掉。啊，我再问你啊，台湾流亡政府会感谢罗斯福，所以在台湾的也叫罗斯福路吧？好 啊，为了感谢他，蒋介石那个叫什么麦克阿瑟，那麦帅公路，啊，很讨厌那个杜鲁门。所以没有给他杜鲁门公路，杜鲁门为什么？杜鲁门清醒过来了，所以那几年前呢，1998年那个楚门秀，其实杜鲁门秀，他就是那时候在透过他那个文化，在要典型台湾人，但是典型点到民进党那一群人，又跑错房间了，15年白费掉。其实那一篇楚门秀就杜鲁门秀里面回去看，那个是跟台湾的状况一模一样，他在描述台湾。啊，那个楚门那个男主角，他小的时候到长大过程，他也不怀疑他的身份。后来到40几岁，他说功成名就各方面就是中产阶级都很美国那种。那后来发现不对，好像自己脑部开窍了，发现怀疑的。西方人就有这种怀疑，比如像东方人知道错误他不敢去，东方人就很安得后怎么办得？咋被怕叫机器人了、啊？有没有那些5、6万、7、8万那些人机器人这样？然后西方人不对，他就放弃那一些权力。诱惑全部放进去追求真实真相，结果真的就找到啊！那时候，15年就要点醒台湾，但台湾人没这智慧啊，没这脑，刚才我讲的脑门没有打开，甚至被另外一群人，民进党那群台独派把他吸引。另外讲，咱这么按拼都赢啊，啊，咱算计个拼都等啊，我拼来拼去，啊，恁那算出来当个总统、副总统啊，啊，一个好像来官，啊，一个落台，不是落台，下任要开一个什么周刊社啊，不到一年就垮掉，啊，那种人怎么有办法处理问题呢？一个周刊社很小小的嘞，处理不好，你知道我在讲谁吗？
啊，对啊，那种他说我是不是盛开的莲花啊？那种什么莲花？好，抱歉，我不是在不在批评人啊。那种能力连一个周刊社开不到一年就垮掉了，那种还要办法治理国家？我刚刚讲管理那个多大学，那个 F 等于 MI， 那个多大那个 F， 嘿，不是说那个什么学校，比哈佛毕业说什么北一女毕业的就可以。我交大毕业，我清华大学毕业，我还是要学习很多，我会去写种树啊。你去了没有种过树？莲花他都没有种过，他就什么画莲花。啊，陈水扁呢？被水扁了，你看扁得很惨，扁到现在还不知道被关的原因呢。他连他的儿子呢？连儿子比他去更头更头看，唔知讲因到时，因老爸用来关怀你。伊讲哦，我变立委委员，变坏蛋啊！啊，人家四眼就可以把你拔掉了，立委委员还不能把你拔掉吗？啊，台湾那种靠拼，那无可能头前都啊讲迄个闹嘛，分析一下嘛。啊，你看他们下面的幕僚都赶快拢戆呆型啊！哇，一卡都看知啊，迄有会看的人都是看的幕僚嘛，有无？我还相信您到回去看，你养的宠物也是跟你长得很像。你为他给他 information， 都要从上面第一个到最后下面都用那你的个性给他。当然，我电脑一样，我用的就是刚才讲的，就是弄出来。哎，有人按脸了啊，很准啊。那今天的他个 ending， 那还有高级班啊，那高级班我还没有开课，就是会把刚才这个更详细、啊。那我的专业哈、啊、不是种树，我的专业是投资股票啊。因为今天都没有讲到股票，其实股票投资也是这样啊。为什么台湾人99%都亏啊？因为都没有学到刚才的这一套。真的，股市里面也是要用这一套的，那很好。你看，我15年都我还没有挣哦，不是，很多人那个私募基金都还是来找我啊，都说我这个人不会骗人，然后以刚才这种逻辑讲下去啊，下次可以的话，他们这边教务主任可以的话，我就开投资股票，让你们这边全部爆满啊，都免费的，要赚赚较济的哈，啊，卖赚那款的哦，安尼好的。在生产线安尼吼，安尼加班领红利还无好了。你想说欧洲人、美国人嘛，人家真的到最后是靠股票嘛，有价证券嘛，而且那個股票联动的是那个公司嘛，那公司像 Google 这样，你用它股票，你会怕吗？对不对？你买了像欧洲人，你看早上在喝咖啡，下午在聊天啊，晚上在种树啊啊，那人家过了就这种。那他说我请到张忠谋，就这么帮他赚钱了。啊！你们不要去学张忠谋嘛！你们说张忠谋、王永庆是帮你赚钱啦、啊，不要去学说你的儿子再骗你儿子变成王永庆、张忠谋，劳碌命，你混去拼啊！你甲投资落，啊，伊甲做牛做马拖你吃嘛？哈、啊！你不要想，干脆你赶快做牛，我甲你多啊讲讲，才精彩哦！你啊，你看你话不哇？这你说你的啥？这侪拢别人唔敢讲，咱讲讲，我都敢讲嘛，对吧？好，时间关系，耽误3分钟。谢谢大家，今天的各位同学，今晚下课休困10分钟。各位同学，现在下课休息10分钟，谢谢。